鹿晗和迪丽热巴组成的鹿帝 CP 圈粉无数，即使跑男结束，关于鹿帝夫妇的讨论声还是此起彼伏。最近网络上曝光了一组跑男未公开的花絮照，林俊杰作为特别嘉宾做客跑男，鹿晗绕过林俊杰，将手悄悄搭在迪丽热巴的肩上。身为好同伙的热巴是一脸淡定地看着鹿晗，可见鹿晗和热巴很亲密哦。当邓超背着迪丽热巴的时候，一旁的鹿晗一直开心地和热巴说着话，眼神都没离开过迪丽热巴，别提多甜了。不过邓超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跑男播放中，鹿晗又多了一个称号，叫做鹿丁丁。网友戏称，要想找到热巴很简单，你只要顺着鹿晗的目光准能找到。迪丽热巴在采访中说过和鹿晗年龄相当，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，他俩确实很有话聊，每次都聊得很开心。神父郑恺只能转过头和其他人说话了。当鹿晗和迪丽热巴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嘴角总是情不自禁的上扬，真像个沉浸在爱情里的小伙子抓到热巴的小手了，鹿晗别提多开心了，表情管理都放弃了。你见过这么开心的鹿哥吗？好吧，虽然鹿晗和迪丽热巴真的很甜，让无数观众的心融化，但是树宝宝直言，他俩的相处模式看上去还停留在高中生阶段，这种纯真爱情的感觉其实更能打动人，你们觉得呢？